屋企啲棉花波波毛菌咧用曬啊！而家即刻咧出嚟萬寧Pharmacy呢度去補充翻啲貨先，因為我哋訂咗啲咧仲未到喎。因為 Aiden 咧佢隻眼咧有少少敏感，個淚管咧一直都未發育得好好，咁所以睇咗眼嘅專科醫生啦，同埋佢嘅兒科醫生咧都建議我哋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得噶啦，係啊，就係咧多啲勤力同佢抹啦，同埋按摩個淚管，就等佢盡快咧係可以咧慢慢舒緩同埋可以發展得好啲。咁順便咧就買埋一啲嘅消毒酒精啦，噴完隻手或者戴手套毛菌手套咧，咁就要幫佢清潔嘅。又嚟買多一對奶嘴啦！而家咧已經用到6個月以上啦，而家 Aiden 咧都仲有幾日咧就已經5個月啦，係啦，咁佢咧試咗呢一個奶嘴俾佢咧，佢都飲得幾好啊！而家就飲到180毫升六安，咁我哋用 Vegan 呢一個牌子，仲有用 Gotta Brand 嘅。另一款 Aiden 會用嘅奶樽咧，就係 Gotta Brand 呢一隻。防胀气的奶樽，个奶嘴咧，佢暂时就系用紧 Level 2嘅，系啦，就未转到6個月以上呢一只，系啦，呢只佢都饮得几好，咁所以我哋屋企而家暂时咧都系用呢2個牌子嘅奶樽，跟住屋企用紧咧就系呢一个清洁棉啦，我哋翻屋企会剪开一半嘅，就呢一个 Soft Touch 嘅，咁咧佢都有好多其他婴儿嘅系列啊。棉花波波球咧，我哋都有買佢呢一個嘅牌子。屋企已經完全用曬 NUK 呢一個啦，專係咧同 Aiden 咧之後都會搽仔洗口嘅。而家孖樽係有59蚊抵啊！至於奶嘴咧，我哋係用 Tommy Cookie 咧呢一個款啊，因為試過其他款咧 ，Aiden 咧佢唔中意食。咁但呢個款咧最麻煩咧就係咧好難勾到條繩咧落去，咁啊成日都跌。咁我今日咧就試下買翻同一個牌子嘅呢一個款，我睇到個嘴咧個型咧係一樣嘅，咁呢個前邊咧就可以有個勾咧去勾住，咁我配埋咧呢一條米奇老鼠係啦，掛住個奶嘴都唔好成日跌，如果唔係出街比較麻煩啲。哎呀，邊個 Aiden 豬豬？嘟嘟嘟嘟嘟 ，Aiden 豬豬 ，Hello Aiden 豬豬。而家嚟个大转身练习先，哇，转身，系喎，收埋咗啲玩具，佢最中意嘅3個玩具。我哋今日嚟介绍我哋嘅米奇老鼠 Aiden QQ Aiden 今日系5個月大啦，5個月快乐啊 Aiden！ 今日系年28，洗邋遢同埋 Mickey， 揸实你个 Mickey 先，我哋揸实个 Mickey 先，系我同 Mickey 握握手做个朋友仔，哇！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啊！今年系虎年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系啊。
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就系而家坐紧嘅呢一张地毡啊，一个 PayMac。因为而家 Aiden 咧都已经5个几月大啦，咁系时候咧可以同佢喺 PayMac 地毡上边咧可以玩多啲嘅小游戏啦，同埋 Tummy Time 嘅。咁今次我拣选呢一个咧就系嚟自韩国品牌嘅 Padlon。咁佢哋呢个 Absorbent 系列咧嘅地毡咧系一个抗菌啦，同埋一个防霉嘅地毡嚟嘅。咁实用性咧都非常。高亦都好，非常之適合咧我哋嘅小家庭用嘅。呢一張 PayMac 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就冇中間嘅一啲接縫接冚啦，咁可以成卷咧就卷埋佢，咁收納咧都比較方便嘅。同埋一打開咧都唔會見到個接痕啊，係非常之平滑嘅。仲有呢一個嘅隔音功能啦，同埋緩震嘅效果嘅，咁讓到小朋友咧同埋 BB 咧喺上面玩嗰時咧都比較舒適。而呢一度嘅物料咧亦都一年四季咧都好適合使用嘅喎。而它的清洁也是很简单的，只需要可能是用一些清洁 BB 用品的清洁剂，再加上毛巾就可以在表面上就抹了，防水功能都非常好的。表层就是 PVC 物料，内层就是用专利物料 Absorbent， 通过欧盟标准测试，亦都通过了韩国 KC 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的规则的，安全性十分之高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俾 BB 同埋小朋友使用。俾 Aiden 喺上面爬同埋玩 Dummy Time 嘅时候，佢都好鍾意啊，因为见到一啲好可爱嘅动物啊。智能猪猪 ，Aiden 妈咪，智能猪猪。Hello， 我哋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。哎呀，我哋系 Aiden 啊 ，Hello。玩喎，系咪啊？已经5个月大啦，系咁而家就同佢咧喺度练习紧呢一个嘅翻身啦，同埋有啲 dummy time 嘅，俾佢可以趴喺度啦。咁我会摆啲佢中意嘅玩具咧，就引佢嘅嗰个注意力啦，等佢哋咧可以吸引佢哋个视线啦，同埋个手部肌肉嘅发展咧都可以再灵活啲嘅。系喎，捉实咗啦喎。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啦，我仔 Aiden 咧，佢用紧嘅奶樽嘅，咁总共咧，其实我哋都用过好几个牌子嘅，咁最后尾咧用到而家咧，都系嚟自美国嘅 Dr. Brand 啦，同埋嚟自新加坡嘅 Hagen 奶樽啊，咁呢两个咧都系深得我个仔嘅欢心嘅。咁之前咧，啱啱出世嗰阵时候咧，我哋就试过 Pigeon 啦，同埋 NUK 嘅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发现咧，佢就好似啜得冇咁好啊，咁我哋就改咗 Dr. Brand 啦，咁先是用了 Dr. Brand 咧，咁呢个都系胶嘅质地啦。咁上边咧嗰个排胀器咧，咁亦都系咧由医生认证啦，可以防止肚风啊、胀气同埋肠绞痛嘅。咁用咗，我觉得都几好啊。系啦，咁唯一一样嘢咧，就系咧每一次咧佢嘅组装咧都需要好用心机咁，因为佢上边咧系啦系有呢条管啦，要加埋咧呢一个嘅装置嘅，咁样吸住。再是拧返实嘅，咁所以清洗嗰度就会多咗一重功夫啦，咁但用落去都几好嘅。另一款呢就係朋友呢就送俾我嘅嚟自新加坡嘅品牌啦，咁佢呢最独特之处呢就係佢係正方形嘅，咁个好处呢就係其实洗刷呢係好方便啦，咁我就买咗佢自己嗰个刷嚟清洁啦。而
而佢上面嘅奶嘴咧都見到咧係同 Better Brand 咧有少少分別嘅，係啦。咁我個培乳姨同埋保姆姨都話咧，其實咧呢一個咧都餵得幾好嘅，可以俾大家睇下。因為咧嗰個奶嘴咧上邊呢個咧其實都幾模仿咧媽媽嘅乳頭嘅設計啦，就比較深同埋長啲。咁直接咧擺落仔仔個口入邊咧，佢就去到喉嚨，咁所以吸住嗰度咧都啜得好食，都好少漏奶嘅。咁相對 Dotter Brand 咧呢一個咧個奶嘴咧就短身啲，係啦，咁所以喺吸住嗰度咧就因應翻寶寶嘅需要啦，睇下佢係適合邊種嘅奶嘴啦，係啦，同埋個奶樽嘅。咁但係咧唯一不足之處咧，我就覺得咧 Hagen 呢個奶樽咧，佢呢個口咧其實都幾實啊，我隻手有少少麻麻，手好多時咧都未必開到，要揾人幫手。另外咧就係咧佢咧嗰個沖完之後咧個奶咧好熱嘅話咧，佢嗰個奶嘴上邊咧射啲奶出嚟咧就一次過噴好多出嚟，係啦。咁同埋咧啲奶粉咧，如果咧沖得唔係好均勻嘅話咧，佢有時會頂住咗喺個奶嘴嗰度咯。咁可能每個奶粉唔同牌子啦，咁所以大家媽媽又可以因應你哋寶寶個需要而選擇。跟住咧，希人咧另一個獨特之處咧，就係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樽啦，個大細啦，上邊都可以配翻唔同嘅蓋啊，咁幾好啊！好似啲樽咧用完之後咧，其實就唔使抌啊。之後咧俾 B B 咧加固嗰陣時候，或者帶零食出去嘅話咧，可以直接擺喺度，就可以換翻咧上邊個樽嘅蓋啦。之後甚至乎可以做到水壺啊，其他唔同嘅功能添啊。咁所以我覺得一舉兩得係幾實用嘅。今日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喜欢看这一类型的 vlog 啦。如果大家都喜欢的话，就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这个 channel 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